喂，惊吓骑士来，我们这边有没有水鬼啊？现在吗？还好，还好。这几个都是没看过，连你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水鬼就对了，對怎么有点可怕、啊？对啊，我们是不是输太多了？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水鬼了，已经看到一群不认识的。别闹了，打野这个精英320分，哎、欸，是飞寒最想打野，怎么可能是水鬼啊？你就问雀巢，不要闹了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今天下去的时候是你帮他的、啊，你有没有帮他一把、啊？和谁？杰杰下去撞一的时候，你是见证那一刹那的男人吗？没有，我把他送到零分而已。所以最后给他致命一击的不是你就对了，笑死我！我只是创造那个机会给别人，但他不是我的问题。太好笑了，我去尿尿。我去尿尿，那我们等一下知道怎么做了吗？各位，剧本都写好了，嘘，不要跟他说。梁帅在刷七一七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忽然刷七七一七了？真的觉得有点奇怪，我也不知道。怎么了，阿宇？还是没有任何原因，就是想刷七。そうですね。来，我们上分。啊，走，上分。哎、欸，你那边跟我有节奏也是一样啊，上分。你这样子戳破我就不好啊！你不要闹了、啊，我们先打400分，来来，咱们先来个6连胜，今天玩到一点，来个6连胜刚刚好。我今天没用完了，他晕开了很久。好，这应该是。哦，腰闪现，换掉，还行。只是 buff 被转移了，他得拿 TP 救他、欸。当然这个攀登不会亏了，这攀登是中的，他不会亏就好。会累个靠背，没事，没事。不会啦，这场队友看起来是很正常。他们怎么会发作呢？他们难道会忽然演戏送我下去吗？英雄联盟的玩家都是非常的有福，怎么可能会做这种败坏风俗的事、伤天害理的事情呢？他大概14分钟之前都没走。哦，感觉可以 gank， 就看他敢不敢出来。他没闪现，怎么可以啊？没有，因为雷文把他的位移全部拿去吃兵了。他们啊，那为什么没有助攻？我是不是很衰？吃 ，nice。卡莉斯毁了，卡莉斯毁了，卡莉斯毁了。这波可以再，应该可以了。OK， 先放阿兰吧。听到两个，好，听到，对吧？哇 ，AD， 哎呦 ，AD， 你知道的。哎呦，他喷死了、欸，他尿这么准哦、喔！尿小童，哇，尿尿小童无情开尿，啊、他妈聊天室那边想吸烟哦，他妈也不被你下去，结果没看到你，干完了。吸烟为什么会被喷？那个会影响到别人？没有啊，那个很烦啊，那个很烦，因为他把其他人的话都挡住啊，所以我只好直接送他下去了。还敢到这还抽烟呢、啊？我还不送你下去，给你个600秒，拿个战塔吧，兄弟。我
我其实阵容蛮看他们，他们开战呢就怕破防。你先点，秒杀。可以，可以哦。先杀这个，先杀这个。喂喂，妈，惊人惊人。我应该死了。哎，我反哦。成功了，好，埋伏，漂亮。你以为打得赢我是不是？啊，一拳菜鸡，哇，超大节奏，我还没有死呢。吉吉，拿不到包包了 ，wins。这场这么顺，这看起来像拿不到包包吗？你们不要开玩笑了。哎，他真的不想赢呢，他怎么敢过来？我自己就叠书买一买了。真的，我刚买，你还帮一下叠书了。回来，拜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还想跑啊，瑞文。牛逼耶，就出 DR。哎呀，我的 R 就很准哦，从来没有洗过地方。竟然没有背包，太过分了。真的，这个太痛可能缺少。我觉得我跟小勇国王，我们都值得拥有一个背包。但不知道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，这铁定是英雄联盟的阴谋啊！我们两个这么造，怎么可能拿不到？不关台啊，不关台，只为背包。砍他干嘛？没有，我也不在干嘛。我要救潘森，救潘森，自己砍掉我的。哇，我这么膨胀了，没有啊，这波混进去。哇，这奇尔是他妈，哦呦 ，nice 哦 ，AD 收头。哇，你他妈想砍我哎，东西啊，他妈想砍我，哦、你怎么打赢我？你怎么感觉你有点猛？啊，进来！哎呦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！不小，都笑死你，现在也超级肥了。这把是不是怪怪的？怪怪的？哎、欸，这样子怎么感觉怪？我真的觉得对面看起来不想赢哎，这样感觉是真的有点奇怪。这把有点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我也真的觉得怪怪的。还有想点这个柯文哲的歌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受不了！哎、欸，我列车开起来了。开起来！妈的，是在跑几点的、啊？妈射了一吸。哎、欸！完了。冲！来来来！先顶！一套爆发，直接秒杀！干他妈！免得三个闪现就会操我哎，失败嘞！对，他这。你哪卡喝嘞？难怪他们输游戏。哎、欸，你刚刚不要先炸，你再等一下。哦，你刚没有 Q 到。我刚 Q 到了，哦。只是那个炸太快了，他们应该会被地图。哎呦！他的机会。哎呦！哇，这个妖力。妖力。因为我刚以为你 Q 一套他们就会死了，没想到没有死，他们比我想象中还要硬。还行，听打卡尔他妈一堆闪现，他妈的操！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，就是这一波。不是吗？你知道刚刚立三所闪现定我，然后那个雷文的闪现定我，哎呦，黄金都连。来啊，自己又不敢往前顶进去，我。漂亮，再见各位。不会啦 ，AD 爆肥就不会输，抓死攻。哦 ，AD 可以吗 ？AD 可以，我有哇 ，AD 反刷哎、欸！哇塞，他那个刷是怎样啊？他们太痛了吧？没事哦，现在就再怎么演戏都不会输了。小云宝宝奶好大，那你很明显是留在这里看技术台啊？看奶台，不要看奶台啊！别写，你奶平常看那么多，你要看什么奶台？半推起来，笑死！这两个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水鬼火棒，还是真的是垃圾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真的想拿背包？那我就认真跟你。没有，我一直都没有，都一直都很想拿背包、啊。来啊！你看不出来我想拿背包的欲望吗？你看，我不仅跟你排，我还找小港国国王跟我双排。很明显，我是对这个背包有强烈的渴望。